比赛要正式的展开了，也是两支球队本季最后一次的交手。哎，对决浪花兄弟啊！哇，你这讲到不是这个崔国成再倒过来，吴凯翔外围有一个空档机会，三分球，这个球拉下来，哦，滴滴把球抄下来，哇，这个神偷啊，直接往空中掉来了一个爱，也是在湖底，这一次哇，李恩拿球要直接上去。我真的常常会得到一些裁判的关注，那就是成功了，得场跌倒了。来看一下外围的出手，朱一中是主角，但却选择自己出手。外围两个人认错，我找他签名对。因为他说有，分过来给 B D， 这一次match打进来了，再抓篮板球，哇，自投自抢，我再一波，哇。直接在外围尝试三，又是在弧顶，这个球盘的留下。周一翔外围换成45度角，又是弧顶，又是周一翔。哇！重点是他的平均算是得分才16，看起来普通。哎，李恩不断搏进去，结果送。周一翔又忽然在外围拔起来了。吕先儒。三分线外，终于出现。这个踢脚赶快先制止。狐狸怎么走，或者走得不太顺？这个时候玉龙就抓到这个反击的机会。黄镇的三分球出来，他丢，再分过来给周伯成，抱进篮筐，再给到李恩，飞出，又是找到自由，犯了失误。前面飞身上来的是周世宇，这球再点过来，这一球结果。时间才起，但是吕振儒对位的情况，比利欧洲步进来了，两分拿到。吕振儒又来了，又是一球。周一翔身体对到阿丢飞进来，外围倒到是卢冠良，上来冲击球出手没有，再点过来。丢掉这场比赛，要追上排名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，所以很有可能以现在的战绩排名来讲的话，就是浦原建筑要跟台湾啤酒要先进入到第二轮，直接进入到第二轮的机会。